想要在不下雪的洛杉矶体验滑冰的乐趣吗？圣塔莫尼卡冰上世界就是选择之一。每年冬天在靠近海边的购物区搭建室外的滑冰场，总面积达到8000平方英尺。今年场地已经开放，还将在本月6号举办盛大的开幕仪式，欢迎大人小朋友来免费体验。开幕典礼上将会有精湛的滑冰表演，以及专业 DJ 所准备的节庆音乐。主办方还预备了免费餐点以及适合小朋友的手工艺活动。而且就算是开幕典礼过后，这里安排每天不同的主题活动，例如和专业的曲棍球员学习滑冰技巧，让南加的民众就算不能欣赏雪花，也能感受节日气氛。